凉虾你们吃过吗？梦到在幼儿园门口吃这个，起来就开始找教程。大米粉15克，豌豆淀粉60克，清水100克，搅匀成糊糊，不要有颗粒啊。600米啊水，烧开后小火下糊糊，快速搅。这锅属实有点限制发挥了，换个工具，糖灶的话也可以偷妈妈的擀面杖。大概搅了15到20分钟吧，搅的人都壮实了。差不多到这种程度，倒一盆冰水，加的饮用水，拿出我的大漏勺，或者用其他随便啥，有孔就行，趁热给它筛一下，挤一挤，压一压，小虾就出来了，大概吧。倒冰水里，它会自己成型，迷之角度。我的小虾，先丑了。组装环节，三勺凉虾。一点冰水，夺命加料三部曲，山楂没了，可惜。最后淋上一圈红糖，7、8年没吃过了，快让我尝尝。沉睡的童年突然攻击我，我要去 emo 了。